非洲中东天师家人们，大家好！在非洲和中东天师家人们手牵手的为天师的事业取得了一个一个的成就。我代表天师集团衷心地感谢你们，我非常高兴为了嘉年华的大家欢聚在一堂，我代表天师集团来祝贺大家，我们天师发展26年来在非洲这块热土，天师人在非洲做出一个又一个的创作奇迹。我代表天师集团来衷心的祝贺大家，也衷心的感谢大家。天师的嘉年华和 BBS 大会，在这次我希望取得了良好的成绩和良好的结果。天师在全球的战略，我们尤其是在非洲和中东作为集团的重中之重的市场，希望大家以这次的会议要创造奇迹，还要站在整个的中东和非洲真正的把目标做到突破性的，尤其是9月做出突破性的，达到倍增的裂变，层层分界目标，应该找重点的，打好班子，带好队伍，找核心的骨干，把这个目标真正的分解好，带动大家手牵手的往前走，要突破在原来的做法，这种大格局、大突破、大梦想，才能在业绩创出奇迹。希望大手牵小手，我们共同一起来，真正做到健康人类，富裕社会，造福于社会。在后疫情时期，我希望我们的产品提升免疫力的项目来做，真正的在非洲帮助真正的健康人类，服务社会，造福于社会的提升免疫力。希望大家做出对社会做出拥有的贡献。天师发展26周年，从10月16号的嘉年华收官不闭关，这个嘉年华的形式是多样的，希望大家用这个契机形成一个常态。天师在第三次创业的腾飞，大家共同合起伙来，合伙创天下全球大联盟。我们用大运营、大教育、大数字、数字化的经营、营销、精准科学，把快速的引流公域流量转化到私域流量的来做经营分析和经营推广，就是把每个人的画像和真正做到数字化的，打造良好的生态环境和生态环、生态链，真正做到
快速的裂变的达到倍增的良好的效果。我们共同加油，为天师事业合伙创天下全球大联盟，预祝这个大会圆满成功，祝合伙人们天师人共同加油，谢谢大家。